什么是天使小鸟？你带它一起逛超市，会乖乖地陪在你身边，不会乱叫，也不会乱飞。哎，他们，他们，你给我回来，他们！逛超市，鸟逛没了，飞哪去了呀？胖胖，胖胖，给我回来！胖胖，终于找到它了。胖胖，你怎么那么调皮呀？乱飞乱飞，你知道外面的小鸟都被抓过去做成北京烤鸭了吗？气死我了！给我过来，带你去买好吃的。